各位主大家好，我们现在在2018年木莲音响展上 Kusma 的展区，好，它明年在开放的展区。我今年 Kusma 看来没有什么太多新的产品，原来的旗舰呢是还是维持一样啊，这个气浮正切臂啊，另外有 Stably M 啊 ，Stably Reference 啊。今天这一台看来稍微新一点，它有不一样的这个木头的外观啊，那。这部去年就已经曾经展过了。好，那当然有趣的是，现在这个最入门的款式呢，这个也能够装两只唱臂。好，以上是乐队总编辑关城在库斯马现场的采访报道。